我们知道关公嘛，绕境嘛，一般上人是抬着个轿这样子走嘛。比如说我在新山，我们有大风、大马、彩虹三个站，我们从广场出来，有一组人来接，接到大马的时候，由大马纪念委员会所成立的成员来一起来接驾，然后大马欢迎走完去彩虹的话，就是当地的纪念会馆直接来接，然后到大风又来接，就是说这个香火火炬的一个传承，把大家凝聚在一起，平时是没有啊，可能花莲花莲大家都不知道是谁，也是没有个凝聚嘛。经过关文化节之后，大家一起来参拜，大家可以互动，这增加关公文化的凝聚量。其实有华人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山西人，这山西人就叫关公，所以我们的追求话从真的下西洋开始，就可以看到关公的香火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相传。在仁村可以举办一个百年关公神像绕境，是开年来是第一次了。这百年关公既然来到本村，理论上呢，我们必须去找我们这里当地最大的两间神庙去行个礼嘛。我们去到别人的地方，当然都要去找地头蛇借头一下嘛。而且以前我们的旧的老关公，以前有在这个万寿宫里面住过一阵子，那个是后话了，所以第一趟一定要去这个万寿宫停留一下，也当作是可以说是一个叙旧啊，或者是一种行大礼。那关公呢，又是佛教的护法神嘛，因为关公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明，那么关公又是佛教的护法神，又名伽蓝菩萨嘛。所以当我们去找东禅寺的住持，问他，我说我们要来这里参拜，他马上答应，然后就帮我们安排了今天的这么一个仪式。可能刚跳啊，大家会有一种错觉，认为是说关帝公的神附在我们的身上，不是这样的。是关帝公的神，他就在神的那个金身啊。那么我们刚跳的时候，就有没有神来，我们会知道的，因为他整个跳重了，沉重就是说，好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了，你知道他来了。有些刚跳的时候，会很激烈。关帝公如果他话不起来，就非常的激烈，但是他也会配合环境嘛。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跟以前的年轻人不同，以前我们做的工作是出工啊，你再激烈我们还是敢，可能都很多人看到他们激烈他就闪开一边了。二三十年前，因为关帝公他要炒药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家庭就停起来，关帝公就停起来，我们就问关帝公，你停在这里做什么？要炒药吗？问经过多次的一直在问关帝公，终于我们得到一个答案，关帝公他要他的家庭里后面有一个菜毒啊，结果真的找出来一块，就是中国寄过来的一个草药。大家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会知道？他的答案就是因为他是关帝公。还有更有趣的也是有，前两个月有一份年轻人，他来问关帝公，他要开一间店做美甲的。关帝公说美甲什么不懂，关帝公都按照不知道，甚至他又很现代，跟年轻人也可以沟通。他曾经写一个四方形，中间画几只木棍，代表你的运程已经被他捆住了。就是关帝公的回答是很多元化的，他会配合时代精神思想。我相信啊，再过几十年呢，在下一代他们的方法又在改变。其实用酒来祭拜神明呢，不是本庙的创举的。其实一路来，所有的神庙都是以米酒或者是上好的高粱，这只是关帝指派的嘛。我们以胡兰的方式，都是用教旨会写出来嘛。我们撒了米粉在奏纸上，它会写出来。它指定要用五加饼来扣牢所有的天兵啊，所以他们指定一定要用五加皮。当时。当然都是比较小杯来祭拜嘛，现在是大碗大碗这样来祭拜，而且是每一天
一天大概可以要用半瓶以上，所以一个月下来都要十多瓶啊。所以我们跟还有集团，我们一订呢就订50，甚至最近都订了100箱。吴家皮本身就是一个草药来的，尤其在早期他们打仗啊什么，他需要那吴家皮的壮胆啊等等，还有中国天气冷了，所以他需要喝这种酒来热身啊什么。关帝公你可以知道他的性格是很忠义义气的，关帝公他都是违背人的，违背人违经度违背人，他不会违自己的。因为关公的性格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嘛，在生的时候1800年前他可以单刀赴会，根本不怕任何人，所以这种豪爽的性格可以交到很多朋友。